日前，山西警方从境外成功追回几年前被盗墓犯罪集团盗掘贩卖的西周时期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一尊一方仪。7月8日，记者在即将开馆的山西青铜博物馆见到这两件珍贵文物。一尊和一方仪均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从同一墓坑被盗。两件珍贵青铜器上有相同的铭文，均为追时又三月丁亥，武王赐义贝30捧，用作复仪保尊仪。是2018年我们在侦办的603专案的过程中呢，获得的这个情报，说当时临汾的洪洞呢出了一颗规格非常高的青铜器，其中一件的青铜方仪和一件青铜尊呢，转手多个省市已经流落到境外了。在线索摸清之后，我们是五月份到的香港，13号把遗尊拿回来以后呢，13号到7月份，我们人都一直在香港、澳门这块做工作。一年多来，我们办案民警呢辗转的香港、澳门、珠海、深圳、西安，多地吧，查清了这两件的流失的路线和最终的目的地，也查明了这个盗犯链条的相关人物。然后呢，到7月1号呢，才把这个方仪呢，才从西安再抱回太原。馆内陈列的一尊为长口方唇，飞棱发达，气体厚重，圈足下接高台，内铸23字铭文。一方仪气体厚重，纹饰精美。从这个艺术造型来看，一尊这件器物比别的尊都大，然后呢，这种大型的器型在西周早期也是非常少见的。从它整个的这个造型来看是这样的。那么一方仪呢更特别，在我们所有所见过的方仪中，这是唯一一件有提梁的方仪，这就打破了我们过去对方仪的认识。作为中国第一座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山西青铜博物馆内的展品中有很多是该省警方从境外追回的珍贵青铜器。青铜馆的主要展品呢，大部分来自于我们山西啊多年来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第二呢，就是最近两年来在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我们山西省委省政府、山西省公安厅把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呢作为扫黑除恶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两年的时间打掉了一大批犯罪集团，追缴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那么两次移交文物部门呢，一共大约有25000件，这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近期啊打击文物犯罪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成果。